你别担心，我可能是今天用了还魂咒，所以消耗了一些灵力。灵儿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用还魂咒了，听到了吗？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我的灵儿有危险，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快睡吧，明天我们就离开苏州，启程去南诏。七号哥哥，啊？你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吗？傻丫头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不会，永远都不会的。好了，快睡吧。管家，我爹呢？大小姐，老爷今日不在府内。表哥，你快带他们召集林家堡弟子，多拿些火把过来。啊，有。灵儿，小姐，等一下。谁呀？